9月29日，台港串联举行撑港反极权大游行。曾几何时，台湾与香港成为命运共同体。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100天，人权议题引发全球关注。中国启动借选计划，台湾邦交国一断再断。2020大选是否将成为民主自由与一国两制的决战场？请锁定本周六晚上8点的《部落大小声》。